今天要干嘛 ？DIY 史莱姆。那因为我们怕手黏黏的嘛，我们洗完手后用一下，对，那个叫做凡士林乳液，倒一点在手上就不会黏黏。然后现在第一步是要倒那个胶水，你把这。第二步是加洗手乳，让它香香的。洗手乳也可以当洗泡剂。然后再来是加那个水，对，这个是成型水，来搅拌。不要喷出来了，轻轻的。好紧凑的，我要。好了，不要摸。好，都走开，都走开，我要倒出来。拉高的，哦，盖下去，这是变气球了，有没有？对，有一个小气球。好，史莱姆成功。好好玩，我在这里。